好漂亮啊。你要来了干吗？还是娃来干？还行。哎，你们还不笑啊？你们玩意儿去玩，那还笑？好嘞，走。在家里面生长的，啊，这个不是这个尿不尿渣哦，那相当没尿的。哎，就那个两啊块啊，没那个。哎呀，还没买。不行不行，太不妥了嘞。这个贵不多啊？来，你手上我陪你手我拿出来的。江莹把它全部剥完，待会就把它拖下山。但是在下山之前，我准备来收集这个姜花。这朵是被我摸脏了，待会拔出来给你们看啊。这个炒菜很好吃，不是炒菜，炒肉，单炒也可以。炒肉啊，今年还敢吃肉啊？嗯，单炒也可以，我多拔点给你们看看，可好吃了。一般的姜它不会开花的，只有长得很好的姜它才会开花。嗯，我这翻了几颗都没看到有，看那边有没有？哎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啊，这里好多，你看看，把这颗都断掉了。你们看一下，咦，这就是姜花了。这里还有，你，我要轻点吧，拔起来。这朵花都老掉了，这个。反正这些姜都要收的，明天我们就把它收掉。姜花。继续找，嗯，这里还有，我得两个手吧，哎呦，哎呦，这里还有几朵，这种，哎呦，花断了，这种最嫩，哎，这样子最嫩，最好吃。我们断掉那朵花了，好可惜，太嫩了，所以花断掉。拔了这么多，这个有一大餐了。拿回家去喽。32.8，然后你们领券，这里有券哦，这个位置，然后这里也有券。不得了，这里冷的哦，我有点感冒呀。可以领。